菜市场政治学是由一群政治学者创建的平台，使用平静易懂的语言，让大众更了解与生活息息相关的政治学，为台湾的民主尽一份心力。最后，就觉得菜市场应该是不错的名字，这样子。那取这个名字的目的是为了要，就是说，我们希望知识是能够让菜市场的买菜的人都可以了解，说政治学在干嘛。所以，我们就是想要说，就是把推广所谓的科普的知识。身为菜市场政治学的一员，陈芳瑜毕业于国立政治大学外交系，随后考上了台大政治学系就读硕士，接下来便前往美国就读密西根州立大学攻读政治学系。2014年的太阳花学运便是陈芳瑜与这群人起初的动力，即使许多人远在国外，却依然想尽办法一同扭转局面。那我们既然身为政治学研究者，应该是要来去有这样弄一个平台去促成公共讨论，所以说就是直接的受到太阳花的影响。对，或许是身为政治学研究者的热忱与责任，他们找出许多台湾正在讨论的议题撰写，例如二月引起热议的早教公投，使政治学与大众的日常生活不再遥远。还没有这样的这个实体组织存在，那我们会想要至少有一个实体的组织，那我们可以用这个组织的名义去办更多实体的活动。我们现在是没有任何实体的活动，对。那目前就会先以写出这本书来再说这样。菜市场政治学预计在未来成立实体组织以及出版书籍，试图慢慢扩散影响力。